据相关媒体报道，胡润研究院10月10日发布2019胡润百富榜显示，马云及其家族以2750亿财富第三次上榜中国首富，48岁的马化腾财富上涨200亿，以2600亿重返第二，61岁的许家印财富缩水400亿，以2100亿退居第三。科创板贡献22位上榜企业家，平板检测设备企业华星原创的陈文元、张倩夫妻以220亿元上榜科创板首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